这个叫什么豆呢？仙人摘豆。嗯，大家看好了，大魔术离不开毯子，刚才看见五彩戏法离不开毯子，小魔术离不开茶碗子，就这么一个东西。嗯啊，看好，现在开始表演，咱们表演。我这有三个小球，这就拿酒喂着它。嗯，要不它不听话。哎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三个球。中国戏法有一特点，四面管敲，八面管看。对，不怕，来看好哈。嗯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三个，两个，一个。嗯，这个到了英国，嗯，叫 one two three， 英语。哎，到了日本，一七尼桑。嗯，到了俄罗斯，哎，一二三怎么说？怎么说？这是长知识的啊。好极了，听好了，记住了，怎么说？一二三这么说。既然变戏法让大家看清楚了，怎么清楚呢？你得检查检查这棍儿有没有问题。我得看看，哎，因为他们这玩意儿容易出毛病，你知道吗？这蹲的折了啊，这应该没问题。哎，这根棍可是不简单，好，重36000斤。哎呀，再粗细再大气，金箍棒。原来啊，定海神针，现在就是一个普通木头棒。你看，看好了，棍儿检查完了没有问题，碗呢也得交代交代。嗯，碗底儿、碗肚、碗帮，嗯，没有问题。这个碗也交代，碗肚、碗帮都交代好了。好，没有问题了吧？没有问题了。看好了，碗前没有三层帮。碗后没有两层底，我的手，大家的眼，是你眼快还是我手快，都盯着啊！把它搁在手里，大家看清楚了，攥好了，说扣上它，扣上它不动，把这个球也扣上，拿过球搁在手里边看好了，啊，往手里边一搁，往碗里一捅，走。哎呀，嗯，两个呀，这叫二仙盘道。好啊，说这是一个，这是两个，把它扣上不动它，手里边交代好了，大家看好，跟这画条马路，哎。这是北京，这是辽宁卫视。过去，哎，这里边三个。哎呀妈，到沈阳了！哎呀，三仙归洞。哎呀，这不好来呀，这不好来哈。手前手后交代好了，说把这球搁在手里边扣上它，把这个也扣上，来扣好了。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来进。哎哎，您看看，哟，这没进去，没进去啊。不愿意进这个啊，进这个好吧？这，猜这里几个？这里几个？陈月肯定在这里，在这里边儿，就在这里，就咱俩不会算数，跑不了吗？跑不了几个？这两个，过去，过去，没有。往里边，前面后边没有，这几个？那三个，走。啊？一个没有，在这儿呢，出来。出来了，哎，张哥，你拿着，你看我给我搁在手里边打，哎，走你，好，嗯，这就来了，啊，说过去就过去，跟变戏法又学一招，那错不了，哎，看好了，嗯，这个没关系，搁在手里边，嗯，进，又一个，哎呀，这球个大一蹬走，两个，嚯，啊，你看就这么简单，看好一个两个三个，这个在这儿呢，看见没有？看见了吗？看见了，看见什么了？看见什么了？棍子头了。啊，看见没有？嗯，这就拿出来了。好，哦，这就一捻，越捻越大，啊！哎呀，这个呢，有风它长，见光就大，捻小夜里藏花，捻大赛过核桃，碗碗是个袋，拉了一条线，搁在手里还看不见，在这儿呢。出来，三个球。好。再来。说这个毛巾铺上以后能不能变点东西出来呢？能变出来。看好，画个十字提了起来，抓个揪啊，拿碗给它扣上，扣上能不能变呢？那，哎，看好了，扣上它，来，吹口气，大人吹啊，不都吹跑了吗？哎，不能那么吹，怎么吹呢？毛巾铺好了，画个十字提了起来，抓个揪，拿碗给它扣上，扣好以后来，这得我来，你来，都别动，别搅和，对，我跟你们不一样。行，非常温柔的一口气，这回行了啊！解德刚这口仙气往上一指，看见没有？往那儿看，说一二三，二二三，说有两个神仙在云端，空中抓一把，不知真和假，抓在手里瞧不见，扔到里边就能变，来扑，这就来了。哦，水。传统戏法，仙人摘豆，豆，哎，这就是豆。来，我们掌声鼓励。刚才田老师变的是豆啊，我们看见了，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，能耐大小都在这十个指头上。但是接下来我们还是不服，我们还有相声的一门功课叫唱。唱，这我得问问您，啊，相声的唱是唱什么？相声唱不就是唱个戏，唱个什么，京韵大鼓什么，这个什么都唱过。唱这些都属于是学，真正的唱是太平歌词。我们这有一小徒弟，张云雷，
啊，你唱一什么太平歌词？鹬蚌相争。哎，鹬蚌相争，来，我们听听味儿怎么样？好，来，掌声鼓励。那昨日里，阴天渭水寒，出了水的鸽蚌儿晒在了沙滩，那半悬空落下了鱼影子，民翅收灵往下牵，那鹰牵蚌肉疼难忍，蚌架鹰嘴两翅扇。不错，确实不错啊！该到您这儿了啊，说到最后的这个“环”字上面了，您准备好了没有？准备好了，来，我拿环子，来上道具。过去打的环子是六连环，对，今天呢简单一点，但是三连环。这个环子也是非常简单，就是三个环子。大家呢可以看好了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三个环子。来，你帮我拿一下这环子，先拿两个环子。这两环怎么打呢？你看，一磕就进去，说能不能进去？看好，走。哎，干嘛呢？我检查有没有扣什么的。扣？没有，真没有。魔术是假的，功夫是真的，这是真功夫啊！你看打不进去吧？一通就进，你看，这就来了。简单吧，上山容易下山难，再给拿起来，你看，走。哇，啊，搁在这儿，项链红孩儿，你哪吒，哪吒怎么说？哦，哎，展示一下这个就完，完了呢，以后呢再有机会咱们再来其他的九连环，九连环，行嘞，行，下回再来那个。好，谢谢田老师，谢谢。我们说是 PK， 但实际上呢是后厨有。对，这相声演员呢也变戏法，戏法演员呢嘴里边说的跟相声是没有区别的。没错，当然了，说学逗唱是我们归拢起来的四门功课，展开了之后我们是十二门功课。比如说有这么一门功课，现如今很少有人会，哪个？来，我们管它叫门柳子。门柳子就是也是唱，对，过去在街头卖艺，怎么能让老百姓过来呢？哎，我们要唱一些小曲小调，把大伙儿招拢过来。元年子就是招揽观众。来来来，咱们几个唱一个，好不好？好。一轮明月照西厢，强。二把佳人映映红娘，强。三请张生来赴宴，强。四顾无人跳花墙，强。五顾夫人知道心，六花板拷打莺莺审问小红娘，七夕胆大佳节会，八宝亭前降夜香，九有恩爱十难割舍吧您哎，十里亭哭坏了莺莺，就叹坏了小红唱这个就把观众们招拢过来了，开始是说是唱，是我们的正式卖艺了。没错，哎，想问一下，在戏法里边类似这样的，您有没有节目？还有啊，过去这个戏法有24种24孝。好，哎，刚才那个古彩戏法，仙人摘豆，啊，还有一种呢是叫罗圈献彩。罗圈献彩现在只在文献里边见过这个词儿，真正展现的可没有。